给大家演示一下弑神者啊，弑神者狂怒解放，满帧呢60。这个其实2就可以跑。动画怎么就跳过去了？好北，跳个图，好北，好北是谁？还是不能进啊。这地方应该是来过了。这个教程还是蛮烦人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跳过。哦，这个帧数真的是很高啊！这个800的话跑不到60的，跑不到满速的。弑神者存档好像是没有啊，我这个在 PSV 上玩的还是蛮多的，然后复生的话是复苏的话是通关了，然后爆裂的话也是通关了。哎，这个教程咱们就别做了吧，直接开撸吧。我估计进地图应该也是满帧，因为它这个地图不复杂。其实这代还是比一代帅很多的感觉，我还是喜欢一代。其实《弑神者》这个游戏吧，比较一般嘛，跟《怪物猎人》感觉还是差的挺多的，但是也还行吧。这个默认的男主好丑啊。啊，这就是最简单的那个。看一下大地图卡吧。哦，没有。这个武器还真的是短啊，好短啊。
身败名裂。这个确实是还挺方便的。这个武器太短了，这个武器。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掉，但是不太影响吧，估计还是优化差了点意思，这毕竟是从 PSV 上移植过来的，但是帧数不显示的，我估计它只是掉了一点点，然后帧数就没有显示出来。我已经捡了啊，兄弟，我已经捡了，怎么办？这就很尴尬了呀。高中的傻逼罗密欧，实力十分的垃圾，很弱，他就是很弱。哦，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，这是物品 database。好吧，哎，七十二里面的话，算了，不掩饰血迹也无所谓啊，其实。
咱们就不看这个博士 BB 了，反正他是一个病娇啊。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对我这么的友好？他还是不要对我这么友好，我不想跟他这么友好。他跟我说那么多话干嘛？感觉很奇怪，就是刚才感觉是掉帧了，但是实际上它又没有掉帧。感觉这个画质还是不太行啊。好吧，那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，大家看一下大地图的话，也是60帧啊。